震荡一下，这个二氧化碳有个析出时间，你让它溶解出来的。为什么要震荡？就是让它溶解出来。你看啊，倒掉半瓶，咱们这个混合效果，你盖上盖儿，这个瓶还是硬的。你看你，你看啊，还是硬的，硬度很大，还是特别硬。你看，这就叫真混合这个碳酸饮料，这就叫真混合。